下面由我来为大家解释太极搂膝的动作以及它的技法解释。好，那在技法中是怎么运用的？当对方打拳过来以后，顺势身体下倾，你的两手抱住他的膝关节，重心前移，把他搂起，然后击打他的头部。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，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我们下期见。